恭喜恭喜，有人结婚了。这里有树林，有猴子，但不是巴厘岛，更不是华星世纪婚礼现场。史上首次猕猴婚，新娘霸气宣言：我们是母系社会。结婚很累，这场婚礼更是得撩起白纱爬楼梯，走进山林，仔细听，连采访记者都……哎呦，我喘了，真是喘啊！连新郎也动不了，得擦汗。看起来那个新郎会不会很累啊？不会，很热。这么拼走到柴山办婚礼，因为新娘美莹是台湾猕猴自治党发言人，她从小跟爸爸一起观察柴山生态，台湾猕猴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伴侣，她想带着另一半浩君到柴山完成终生大事，让猴群也能观礼。有什么感动呢？就看到党员拿着党旗，蛮感动的。人生还有生态保育这条路，他们都会一起走下去。苹果日报地方中心祝福他们。